我發言呢，首先是表示支持運輸署今次呢個開位的要求，就是一個編外職位，政府工程師是負責什麼呢？就是專責去領導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的推行。咁啊，呢個規劃期咧，去到本世紀中啊，去到2050年。其實對於香港未來嘅交通運輸嘅策略咧，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啊！香港點樣係能夠做到綠色運輸、智慧出行咧？我諗今次呢個研究咧，係一個好關鍵性嘅作用。咁不過，亦都真係慨嘆咧，呢個研究咧係遲來遲來的春天啊！我記得在入立法會的之前，不只是2012年來到立法會裏面大聲疾呼，但是之前我們業界都說，其實看回以往三次的全港性的交通研究，其實是產生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很關鍵。1976年第一次的研究落實了興建地下鐵路系統，如果當時沒有這個研究，沒有這個結論的話，我都不想像香港的交通會是怎樣的。今然後到1989年的第二次研究就落實了，包括是北大嶼的快速公路、青嶼幹線、機鐵、中通線等等，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建，都在那次拍板的，可以這麼說。而第三次呢，就是在1997年做，然後去到99年就制定了邁步前進香港長遠運輸策略。咁其中咧，大家都知悉啦，市民都知道啦，政府嘅政策系点噶？就系咧，以呢个铁路咧为我哋交通运输嘅骨干啊！咁呢个好清晰嘅。咁所以即系跟住咁多年咧，对呢一方面咧，其实我哋遇到嘅问题咧越嚟越多吓，日日都塞车。咁啊，各种嘅交通工具如何互相配合啦？咁仲有咧，我哋而家真系面对咧系新嘅挑战。所以在上一次我們的事務委員會討論的時間，我提出特別其中一點，今次研究的關注就是新科技對於交通運輸的影響和應用。現在在內地有些城市都已經開始試行無人的士了，將來不單止是在綠色方面，我們已經有一定 的路線圖、時間表、終極都會取消用呢個石化燃料去操作的汽車㗎啦，可能都是電車，甚至是輕能啊。咁啊，仲有咧，係內地咧已經係好多利用大數據，利用雲計算啊，利用咧係圖像識別啦，去做出咧係城市大腦去控制咧城市嘅交通啊，即係信息的所有變化都知道，然後相應咧即刻做出配套的改變。咁啊，即係呢啲咧，我都係希望咧係今次能夠做得到嘅。所以咧，我既係即係大力支持咧係今次呢個開位的要求。咁呢個位置咧，去到2026年的3月31日啊，其實距離而家咧，其實即係已經少於4年㗎啦。其實呢個即係急於開展工作啊！啊，多謝主席。多謝阿盧議員嘅支持。頭先阿盧議員講出咗我哋即係一路做交通政策嘅主要研究嘅背景。今次咧，我哋係會承接住以往咧，都係希望有一啲長遠嘅藍圖可以出咗嚟，就成為我哋將來交通規劃的一啲嘅總綱嘅，咁頭先阿盧議員已經俾咗好多嘅提示我哋，其實亦都係我哋咧準備喺呢個研究裡面嘅工作方向，特別係講緊科技應用嗰度咧，絕對係我哋一個主要方向嚟嘅。多謝主席。好，主席我冇跟進啦，我係大力支持，都希望研究咧係盡快開展。